各位朋友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、现在是晚上的8:49，那、我们今天最主要除了稍带针对国际股市做简报之外、那包括明天因为是礼拜三，有会员问到，就是说在过去以来我们都建议如果有另外申办电脑版的朋友，那在明天我觉得你应该进场做选择权操作，可是有很多朋友他不知道什么叫选择权，所以我们今天稍待会用一点点时间跟各位做报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明天风险很大，你说很大吗？大到一个不行哦。我稍待跟各位做简报、因为最关键呢在于台积电、你说哈，在台积电，对，一个叫做怎么讲，各位也许会说是因为台积电跟 ADR 的溢价吗？也不纯然是溢价，就是说整体上你如果去观察对比，好，我会关掉，对不起。好，如果说我们先看现在报价、各位请看目前台指期上涨34点，夜盘啊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加上又有会员问到说我之前在我们直播里面我提到，就是说每天我们如何就是说在1:45台指期收完盘之后去预估下午3点开盘嘛，到晚上9:30的期指区间，不是啦，不是预期哦，各位啊，这位会员朋友你听错了。第一个很感谢你这么仔细的听，但是你误会了我的讲法是这样子我估不出来啦，我没有办法在1:45我就估等一下3点到晚上9:30它的高点跟低点啊，这我不懂啊，这我真的没能力哈。但是我说，我们可以知道哦，台指期夜盘，比方说现在713嘛，涨36点嘛，我们可以知道为什么它涨36点。你好哈，听到我扣脸的代级，真的啦，你真的可以知道。我举个例子哈，那我从这里开始讲好了。那各位亲爱的会员，你要注意听好不好？就是说，因为台指期每天在盘中他有自己的想法，所以他要轧空或者是他要杀多，甚至于他要整理，他有他自己的想法，对不对？好，这没有问题。我们要探讨就是每天下午三点，现在是8:52，从今天下午的三点一直延续到等一下9:30哦，台北股市的台指期，因为他不会走路，他不会走路，他怎么涨36点？他真的不会走路，我没有欧贝贡，所以他才涨37点。你说真的吗？真的啦。你为什么？好，你要看这里，我示范一次给你看。好，我现在是把台指期点出来，来，这是什么台指期？对不对？啊，正50多个半康就这样子。好，但是重点不是这样子，我是要大家讲 PSI 的部分了。好，我们先看这是早上这里，我现在把仪标移到这里，这里是不是早上的9:45这一根 K 棒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个暂时不谈，我们一起来到1:30，1:45，这里是不是收盘？1:45收盘呢？就是台指期收完盘之后，它不会走，因为它不会走，它不会。然后你看重点我从这是1:40哦，这是不是3点？这里1:45嘛，这里3点开盘嘛。这到这里没有问题了我可不可以从这里把它放大？我先把从这里放大来，好，这是不是3点？第一根 K 棒啊，3点到3:10嘛。台指期夜盘，我们想的夜盘什么时候开始涨的？是不是这里？是不是这样？6:10呢？也就是说，下午3点开盘的台指期，一直到6:10，你要注意听哦。这次讲完以后不讲了，因为讲太多，它就不这么走了。我想这半一摇，它就不这样子走了哈。它是不是6:10开始起涨？对嘛？6:10嘛？对，1810就是台湾时间的6:10暗时，对不对？好，你来看这里，因为它不会走路。他真的不会走路，所以他是这么走的。来，我现在上网，然后呢，我就点
就雅虎财经网就可以了，你要到其他各大财经 网站都可以。然后呢，来这里有没有一个纳斯达克电子盘，对不对？你有纳斯达克电子盘它跌啊，不是，你不要管它涨跟跌，这里跟涨，我现在不是跟你讲涨跌，是因为你要知道台指期为什么怎么走，因为它不会走，所以呢下午三点开盘之后它会去连接，它会去盯一个主商品跟这个商品挂钩，它会贴着它走啊。至因为纳斯达克跟加权指数蛮接近的嘛，它在11000嘛，我们在12000嘛，我们在12700嘛，蛮接近的，其实才差1000多点而已嘛，对不对？好，你可以大致上把它抓1:1啦，你若比较好算哈，我1:1.2、1:1都可以，好吧？好，这是纳斯达克电子盘，我现在点哦。好，各位请看，这是电子盘的报价，这报价，这现在嘛，这今麦是八，今麦嘛，一直到8:55嘛，这里哈、哦，好，我们要过来哈、哦，你先看它这里，这上面的时间是纽约时间啊，刚好跟我们差12个钟头，好，所以这里是不是中午？台湾的中午，今天中午12点、哦、你要跟着转、哦、这是今天的中午12点。好，这个不要理它，这个根本就是没有人理它，就是盘中没有人在看电子盘的啦，他现在也不会看这个。好，这都不要理它，关键你等静静看、哦、来，这里是不是三点？加三点嘛、哦啊、你开始要看、哦、来，一直来到这里，加几点？这是不是六点？是不是六点？这个时间是不是六点？11410，不，这个时间是不是11410？就是纳斯达克电子盘的最低点，是不是在今天晚上的六点？就是将近3个钟头前，现在8:56，对不对？好，是不是在11410？是啊，那你从11410开始算呢、啊？就这里开始算哦。你从11410开始算哦，这是410，没有错吧？你看这右手边这里，这里会有个价格。好，这410407这里哈，对吗？好，你给他想，好，这里多少？现在是不是441442，11442，410到442，它涨了几点？是不是42减10是不是涨了32点？你就看台指期啊，来，你跟我讲，台指期起几点？是不是起33点？不然是不是？哎呦，不要惊咯！来，六点是不是在这里？加哪点？没，我画刀。可是我会告诉你，你只要很小心去观察，你会发现到这个以后就不要再讲了哈，因为。同样的事一直讲，以后他就不这么走了啦。当讲到大家都会的，我跟你说他绝对不会这么走、哦、所以这个你听到就好，就是说你如果很注、哦、去注意看，因为台指期他不知道要怎么走。所谓的不知道不是盘中哦，盘中是8:45到1:45，他很有个性哦。我现在讲的是下午3点到9点半这段区间而已哦。这段区间呢，他会去连接一个商品，那过去这一段期间以来，就这一两年了，他主要连接的标的叫做纳斯达克电子盘，也就是他会贴着他纳斯达克电子盘涨，他就跟着涨；纳斯达克电子盘跌，他就会跟着跌。他主要会跟着这个脉动，就这样子。OK 哈、哦，那但是估不出来了。你说叫我估去估说他台指期3点到9点半区间，这个我还没有学到，我学到了我就告诉你，这个部分我大概还没有这个本事哈。那今天最主要啦，我们先讲一个对明天很重要的一个商品，好不好？我没有台积电，我也没有建议会员买卖台积电 ，OK？ 可是呢，明天跟今天晚上，我觉得真的要看台积电，你说要看吗？对，因为明天礼拜三，
明天有很大的几率台北股市会暴涨。怎么暴涨？台积电明天在 U 涨停板上暴涨。哎，不是不可能哦。你说真的吗？一种就是台积电明天在哦大涨，明天会大涨。另外一种呢，今天晚上好来，现在已经8:59了嘛。好，一种是今天晚上的台积电 ADR 大跌。用今天对，我不知道嘛，因为我已经跟你讲，我猜不准，我猜不中，我不用猜的，我只告诉你我看到的。好，我们这样讲最低最简单哈。好，我给他 TSM 对不对？好，就台积电的 ADR 嘛。好，画面上你所看到的是什么？台积电的 ADR。台积电 ADR 昨天涨3.74块，涨幅 4.64%。好，我们看台北股市的台积电。你说，台积电只有涨 1.6 呢？对不对？不是，你就看几遍嘛。好，这是昨天晚上的台积电。你说，难道台积电明天会补涨吗？这我不知道。一种就是台积电明天狂涨，一种就是今晚的 ADR 要大跌。你给我换几遍，好，来，这里很奇怪哈、哦，来，台积电是不是439.5，涨7块钱，涨幅只有 1.62， 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把台积电调出来看哈、哦，来，请看哈、哦，台积电的高点是不是在7.1块？466嘛，然后今天是不是在这？这是7月28号。这是今天，那请问今天的台积电股价有突破466吗？没有。哦、我们再看 TSM， 这比 TSM 对不对？好，来，各位请看，这是不是台积电的 ADR？ 好，最大交易量包在这两根嘛，这两根27，那、啊、不就台湾7月28吗？在哪里？在83.25。去刚哦，台积电的 ADR 在 83.25， 那你再看昨天的价格在哪里？昨天的价格是不是在 84.54？ 也就是说 ADR 的价格在昨天已经突破新高点，已经突破美国时间7月27号的高点83.25块。这里这根83.5，它来到84.54嘛，是不是已经超过83.25？然后我们再看台北股市的台积电，台积电有没有同步超过466？没有。所以这里代表什么状况？这里代表就是说，一种就是台积电跟 ADR 做比对，它是被低估的，你可以这么讲，它被低估，它有可能要补涨要暴涨。可是另外一种就是准备要大跌，我跟你说是真的哦，所以我觉得这里一定要看，因为不合理，不合理啊，他怎么可能在这里？他今天股价应该在470到480之间吧，标准啦、啊，没有啊，他就只有439、440好了啦，对不对？不合理啊。所以第一个，台积电的股价，台北股市2330，好，再从另外一个角度看，好，更离谱。你要真的吗？真的、啊，来，各位你这样子看哈、哦，我就直接点，梦对吧？好，来，好，不用，就这样看就好了，已经有了。来，可以看左侧这里，这里是不是写蓝色的？写 TSM， 我变较清楚嘞，我先我黑色的，啊，较粗嘞，好不好？粗一点，好来。今天是不是TSM 是什么？台湾 Semi Manufacture Company， 对不对？台积电，我们对吧？好 ，TSM 就是台积电，而且2330是什么？2330嘛是台积电哦，对不对嘛？这两个都是台积电啊，可是不一样啊，哪里一样？你哪个眼睛看到一样的？是不是一条黑的，一条红的？就这种聊了，赶快。就哪里一样，红色的来看着它，我再把它画粗一点好了。啊，你看粗嘞，啊，你看我，好来，
哎，怎么不见了？我红色的那也没去啊。不好意思，我是怎么把它按的按到不见了？那再一次好了，对不起。你去看哈，就是说，第一个两者这里，你可以说溢价啦，我觉得这不是溢价哎，这个代表有重大事故哎，你说真的吗？真的，有重大的变化了，明天有可能真的会大涨了，可是大涨后要小心了。哎。不会跳，那我们等一下再按好不好？我不知道它为什么不跳了，怪机，不好意思，没有办法。OK， 因为我做比对了哈，比对的过程里面，看你怎么比啦。大家一般会看的是看台积电嘛，哈，台积电溢价，我简单讲一下哈。台积电跟 ADR 就是1:5啦，就是一股台积电的 ADR 等于五股，一个单位的 ADR 等于五股的台北股市的台积电五股，就1:5。那你把这个东西84.5乘以五，乘以五，乘以五，这个是美金对不对？再换上台币，会等于台北股市台积电现在的报价。两者的差幅，不同的差幅就叫溢价跟折价，哦，两者差幅里面就不可能一样嘛，哦，只要不一样，这一个叫溢价，一个叫折价，简单来讲是这样子。可是你如果你去比对它，你会发现很大的不同，来不一样，哦，差很多。奇怪的 TSM 黑色的 TSM 用黑的，那怎么不见了？2330我用红的，难道贴在一起吗？不可能啊！嗯，而且他那个比不出来，明天再跟各位报告好了，好不好？不要浪费大家的时间哈。那回过头来，我们看台北股市哈，第一个。我觉得明天啊，台积电有机会大涨。那另外一种就是等一下的今晚的台积电可能会大跌，就这两种状况哦。不然呢，因为两者差幅这里太大，所以它会收敛，它一定会缩小。所以面对台北股市明仔该怎么做哈？来，第一个完全照着 PSI 做，这叫一。第二个，因为明天是礼拜三，我现在把滑鼠移到最底下哈。你是电脑版的会员，好，我们看最底下上市股票、上柜股票、台指期在是不是台指选择权？好，我就按一下，按了之后，这个画面长得这个样子。然后你到总章这里点它，它会做交易量排行。我把这个拉开，你就看得比较清楚了。好，来，这是什么意思？第一个商品。今天的交易量高达59531口，这不多，礼拜三都冲到十万口以上。哦，那我们先看，哦，这今天最大交易量呢是12700点的买权，这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好，我举例，假设今天是礼拜三，今天是礼拜三，加权指数是不是收盘12704，对不对？我们假设今天是礼拜三，今天的结算价是12704嘛，加权指数704嘛。好，所以选择权这一个12700的，今天它的收盘，它的结算应该在多少？在4。如果今天的结算价是12704点，那么12700点的买权。它的价值是多少？吸掉啊，利用吸掉啊，这三四十点啊，就对对对，就是如果它是结算704，可是现在它要卖你40，
可能它最终结算会变四，不会四十，就只有四点了。啊，按了解没？好、哦，这个12750的买权就会变成零，因为我下面一变做零，好，因为它叫价外，因为我结算在704嘛，所以买权只要在700以上的，就全部都会变零。比方说，买权这个800的，它会变零。如果有750的，它也会变零，因为一定要在买权在700以下叫价内，700以上叫价外，你就可以用变做零，这是第一类。好，再来卖权的部分，好，卖权都不用讲啊，因为704嘛，啊，你这个600的嘞，就一定是零啊，因为你没有到704啊。这个650的也会零，这个700的呢也是零，因为它在704啊。好，750的这个12750的卖权，我12750的卖权，我卖在64，如果结算是704，12704嘛，哈，那么这个750的会是多少？750的不会是64，就是704 46，这个的价格应该在46，这样你了解没？就是你要看它的结算价，那利用结算价去它最后的结算会这样子去算，算出你的价格。那可是比方一般正常的，你要知道一种叫买进买权，一种叫买进卖权，这叫买方，还有一些叫卖方，卖方叫卖出买权跟卖出卖权。那我的看法是，不管你买方跟卖方，你只要是有操作选择权的，你一定要设停损。我们一般的操作者不适合利用选择权做避险，我们不适合啦，不是不行啦，当然可以。可是避险一般来讲，在做避险的，就是他的观念很清楚。我今天做避险代表怎么样？避险就是说，一种是我在股票，我挂港半仓，我所谓股票，我90%的财产都拿去空股票了。可是我又怕，台北股市指数会暴涨，那这个时候我去买权做避险。那万一依照你的规划，股票继续大跌呢？你的买权会变零呢、欸？你也变零呢、欸，你要先知道，避险不是说只是小赔，不对，你的避险单位到最后会变零呢、欸。啊，相对的、哦，我今天很看好台北股市，所以呢，我几乎所有的 all in 啊，所有的钱拢提去买股票，买到满啊。可是我又怕万一股市有个动荡，突然暴跌，我会亏损很大嘛。所以呢，我会拨出小部分的资金去买进买权。就选择权，我去买多买买权。那这个买权呢，如果指数不买卖权啦、啊、不是买卖讲错了买卖权。我买卖权就是说预期万一股市崩跌，我的股票是没输会输嘛。可是我的卖权会暴涨啊，它会暴涨都倍这种暴涨可以来弥补股票的亏损。这种叫避险。问题是避险往往那个都会被归零啦、啊、因为经验我们现在每个礼拜三叫周选择权。好，可以请看齁、哦。所以你的电脑画面里面它写12700买权。这是不是 010?010 就是10月。WE 就是第一周。第一周12700的买权。好，我现在往下走。你看齁、哦。这里是不是也是一个12700的买权，可是它这里没有 W 了。你给我看几本齁、哦、来。这里是12700买权010，但是它有 W1， 一倍比例39.5%。这个也是12700的买权，也是010，可是它没有 W1， 它要卖你多少？它要卖你157哎、欸，加西朗现在才4哎、欸，就加喜娘嘞，加12700是加权指数线是不是收12704？可是你买700的买权，你见面吼先输153点，你如果现在去买它了，
你见面就先输153点嘛。可是这是什么？这是月选择权，因为它没有 W 嘛。安 OK 吧？好，这个有没有加的？哇哦，什么叫加？就是早盘加夜盘，所以它现在在跳啊，有没有 4.2？这个是不是在跳？哦，这个24，这里哦有成交八口，有没有？好，有加的，就是它有夜盘交易，就现在它也有在交易的，哦，所以总共哦，目前选择权就是，除非是第三周就没有周选择权，第三周就月选择权要结算了嘛。哦，所以整体上一个叫周选择权，一个叫月选择权，还有一个呢就是选择权的早盘加夜盘，总共这三行，安尼 OK 吧？那我们一般操作，你也不用理它，用哈啊，我怎么知道要做什么？你不要理它，你就做交易量排行的前十名，这样就好了。你就做前十名啊，剩那些下面那些这个就不要做了。你要记住，第一个。每个礼拜三我们操作选择权，那怎么做？一样哈，做华东赶快哈。好，各位请看哦，画面上你所看到的是不是今天交易量最大的叫做第一名哈？今天第一名是不是12700的买权？好，所以我们看哦，好，第一个照着 PSI 做，好 ，PSI 怎么做 ？PSI 就是正50，你要卖出，临走就可以平仓了。好，这里。所以呢，你可以大约在39到40之间卖出 ，OK， 上在高加细站嘛。那跌到零轴，大概22到23，好，没有赚到50%，绝对有赚到40%，就是几万块赚4000块、哦、我不要你做10000 ，OK 哈、哦。新会员、新朋友，你有电脑版的，我建议你要做，每个礼拜三要做，然后呢？资金做好控管，建议大概2000块就够了。什么叫2000块？我讲给你听哈。选择权等同小台子期，台子期一点是不是200块钱？小台子期一点是50块，选择权一点跟小台子期一样，一点新台币50块。所以举例哈，我底下我们想算整数好不好哈？我不是要贪你什么，这里多讲一点，少讲不少，整数靠欧省。好，今天我去讲卖出12700的买权，因为它正50嘛，对不对？好，它报价40，一细涨，我敢卖出一口。好，一口是多少钱呢？就是40乘以50，是不是2000块？我建议大概准备2000块，好，那 OK 吧？就是礼拜三你大概准备2000块就进场。操作选择权，那记住哦，一定要设停损。如果不能设停损的，你就不要做。我刚刚讲的是安尼，你的停损就是50%，什么意思？我在40点去卖出买权之后，我只要一成交了，我卖在40嘛，我已经想好了，我停损多少？60，对一半。我40我敢卖出，万一它往上涨，涨到60，我就认赔。那我认赔，我会输多少？输50%嘛。我2000块，为什么输几千？你无法多做停损的，安尼摸走。好，我觉得这个要先讲清楚哈。你不能做停损的，那就不适合做选择权。好，你可以的，那你准备2000块就可以了。不是要你大赢，是你学会会做。好，举例，我在40点，我做卖出后啊，好，咚咚咚咚咚，好，不要算23，我们算整数25好了。好，我在25。我平了，我在这里卖嘛，我在这里平嘛，那我是赚了几点？我是赚了15点，对不对？好，在五点乘以50，你是不是赚750块？就是你提2000块，赢伊750块。哎，这很恐怖了呢。你不能看今天啊，因为今天是平常交易日啊，平常交易日波动比较小，大致上在30%到50%之间，就是。如果我们去观察哈，正50到零，然后负50到零走，大约波动会不会输？会，它跟我们做台子期一样，难免会输。那记住哈，输强制停损设50%。我买10点的，我敢买进，结果它跌到5点，
看到五就停损了。OK， 我卖十，我卖十点的，它涨到十五点，你就要停损。你停损设50%，然后呢，大概准备了哈，新朋友大概准备2000块，那你就操作。那记住，第一个五点以内的，像这种四点的、两点的，这卖走，这种不要做，因为这种呢做不会赢啊。用不会赢，不会啊！我举例哦，你看这个是不是叫什么12550的卖权嘛？对不对？好，你在这边做这几面哪样？这也输了。5.1来哈，理论上6点、7点那种都不要做了啦，我真的不建议做了哈。那你就挑大概8点、10点以上的，你再做，那大概准备2000块。举例，这个商品，来我们看这边，你看这边哈，这里是不是也-50？这是10月5号嘛，今天10月6号嘛，那你可不可以在这里买？可以啊，这里是多少？52嘛，好不？52嘛，它涨到多少你知道吗？它涨到90耶，加50加90耶，好，卖说50啊，买60哦，这52嘛，不要买到60可不可以？那有够寒门了嘛，好，60到80好了。这60加80，这也赚20点吧，你要算到百分比啊，6.38%也30几%40%，你再怎么样也赚30%到40%，绝对会有 1.5 啦，就是说你照着做，就正50卖-50卖，那因为明天是礼拜三，它波动会加大，那你说那我这个到底要怎么看又忘记了，不用看，我给你赶，就不要看了，你管他的，就这样子。好、哦、的，不行，不看了，不看你不会点了、哦。就是前面十个商品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前面十个，像这种两点的，那就连看都不要看了，就跳过去了。OK， 然后你就记正五十，记住先站在卖方，-50站在买方，以此。模式齁，穷盖点来停损齁，先讲完齁，第一个金额不要大，大概准备2000块，最多就输1000嘛，那输的几率很低啦，真的啦，你 PSY 做选择权要做到输不简单啦，很难啦，真的吗？真的啦。好，我们先看一下还好，没有动，就是纳斯达克，从刚刚到现在没有怎么波动啦。那道琼的话也还好，也不明显，现在报在28146。可是我比较担心的是这个啦，你稍微看一下哈。来，各位请看哦，我觉得这个会有大事哎、欸，你说真的吗？真的，这个我就小可会紧张哈。来看这个哈。这个叫上证指数，画面上你所看到的是上证指数的日 K 线图，上图有这里啊，我现在上网给你看，好来。这么慢，好，这是今天上证从开盘到收盘，没有错吧？好，今天跌幅 0.2， 你这样子看还好，这是过去五天，这是日 K 线，从七月份以来，七月、八月、九月到现在。上证的日 K 线图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我们来看这张图、哦、好，各位请看、哦、就是长得这样子，没有错了、哦、首先我们讲过、哦、把最大交易量抓出来，最大交易量是这天2020年的7月7号这一、哦、交易量最大，然后当天的收盘价是3345点在这里，然后这里不就画出一条未来的颈线吗？什么时候开始？7月7号。然后呢，我们要去比对
那这条颈线是不是真的形成了？好，你就看嘛，这里往下跌，这里一二，还有这里三四五六，特别是一二三后面这三个，记啥？你要看好，它往下测三三四五，拉上去，打下来，测三三四五破破下来，是不是拉反转？这里跟这边就不一样喽。这边破是不是都有再回来三三四五？这次没有了，这次没有回三三四五。这边破三三四五回来，破三三四五回来，是不是都有站上？破站上，破站上，从这次开始破就没有了。好，往下跌，跌到三千二，反转，是不是来到三三四五？往下再杀盘，这个明天就这个礼拜。哎，就说伊哈，起码十一长假对不对？但双十国庆嘛，我只能提醒你，这个点哦，如果破了会崩跌，这个崩跌我怕会有大事情，不是正金融市场的大事，我跟你就引擎讲的，是严重到不行那种大事。都、就是上证只要在涨，各位再回顾哈、哦，过去这几个月哈、哦，我们都会本来我长期不太看上证。可是呢，从最近哈、哦，就中美这种强势对抗开始、哦、你就不得不看，就是说，如果上证都是 OK 的正向的，不要说大涨、代表不会有干戈，你知没？不会大动干戈，但是蛮不定义哈、哦。你看到上证指数喋喋不休的时阵、哦、你要政治风险。我现在不是跟你讲金融风险。你就要针对地缘政治风险，你都爱有小夸爱小心吗？尤其是伊一直落啊，台北股市个表现了足强诶，我甲你提醒，你家己适度爱小心。好、哦，我认为持股比重，这里绝对不能用融资买卖股票了。一，第二个，持股比重不适合满档。标准应该维持大概在 70% 到 80% 应该已经算很高了。70到80已经算很高了，很高了，有危险了。所以第一个，持股比重不要高。第二个，尽可能持股放在大型权值股。就是说万一遇到什么重大状况，股价大跌，你说然后大型权值股不跌，一样跌。不是不跌，是一样会跌，一样会大跌，不是不会大跌哦，一样会管理台积电、联电一样会大跌哦，因为你不是有联电对啊，但是我告诉你，我就比较不会担心了、啊。但是如果是小型股的啊，你就自己要小心了，我没有开玩笑，那你就真的要很小心哦，那种一跌就会爬不回来哦，大型股跌了还会爬得回来啊，小型股有的跌了就爬不回来了，所以。我的看法就是，第一个持股比重，绝对不要超过 80%， 理论上应该落在 50% 到 60% 之间、啊、然后你才有能力，万一有什么状况，才能够有能力做操作嘛，不然一次全部套在里面了，那怎么办？好，这样一，好，再来二，照着 PSI 做，你卖差别，你说哈，人家正五十空诶、欸。空就空啊，这笔没有做了啦，两笔嘛，一、二做两笔，第三笔不做，我们讲过了哈、哦。PSI 只要出现了，就做前面两笔，后面不管它出现几次，通通不做，就只做这两笔。这两笔没有平仓之前，哦，710到的差不多都在710到715之间哈、哦。这两笔空单没有平仓之前，后面不理它。设停损35点，这样就好了。OK， 你不见得会输哦，你会大赢哦，都有机会哦。第一个就要小心了哈、哦，就是说，除非上证，我不要说它大涨了，它最起码持稳了，那觉得就比较 OK 了。万一这个点又跌破了，哦，你要做注意啊。我今天跟你提醒啊，因为那是台湾，我们又不是住在美国，对不对？所以美国人也在边欢乐啊，对不？英国。法国人可以不担心、啊、我们不能不担心、欸、你还是要有一些
一些打算呢、啊，就是说最坏的状况，你还是要适度要留意啦。哈、哦，那我们看美股现在马上要开盘，美股我们讲过哈，美股大概都要等半个钟头，不像台北股市，台北股市比较简单，台北股市一开盘大概在9:06到9:07，它就决定了，六个点啊。所以你甲看吼，今仔日是1267675。在今天早上的9:03，在12675，然后接下来在早上的9点到11点，是不是以12675为轴心，上下30点做波动，懵掉吧？然后我不是11:30，8分钟的网络8分钟的节目吗？然后接下来就一直都停在12675嘛，你自己看是不是这条12675，这就停，就一定是12675。那也了不起，它可以一停哈、哦，通通是675，然后最后尾盘崩跳704，就这样子。你说怎么办？就这没办法，就只能照着做好不好？那再来，美股现在9:30刚刚开盘，我的看法呢，当然，我觉得真的只能看这个嘞，要看这个嘞。看台积电的 ADR， 一个 ADR 今天大跌了，另外一个明天台积电大涨，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，我脑壳里也知道，我知道还得了、哦、我只是说依照这个状况，一种就是台积电的 ADR 今天晚上回档幅度会加大，也加大了，然后另外一种它没有回档，然后呢台积电明天要攻涨停板，我觉得那个难度很高，真的吗？不，好吧，您认为会涨停，那就涨停了，我没有意见的。我是就两种啦，最后我觉得未来这几天，尤其是十一，我们是10月10号，对不对？我们的兄弟他是10月1号嘛，对不对？他毕竟是我们兄弟啊，你不能说不是啊，就兄弟吵架嘛，对吗？那就这样子好，所以我们还是要有最坏打算的。你去看它进入十月份，从九月开始一路以来都很差，就是在股市的表现状况真的很糟糕，所以呢，你要有最坏打算，万一有什么状况，你要设计的，好不好？这样要真的要小心的哈。那最后明阿仔再讲一遍哈，明天记住操作选择权，准备新台币2000块，一定要设停损50%，阿里卖场一样哈，记住总张。然后你也不用管上什么第一周、第二周、什么周，不用，就交易量前10名就好了，就绝对没有问题。然后记住前十名哦，交易量前十名，你管它什么第几周。然后记住正50，你就卖；负50，你就买。万一我在40点卖了，它涨到60，那我就停损；我在40点卖了，它跌到零轴。那我就走了 ，OK， 就照着做。那没有到不能做，好，每一个都一样。做交易量最大的前10名，5点以内的通通不要做，就这样就可以了哈。那很感谢大家，也祝福所有朋友。不好意思，我先看一下有没有问问题的。啊，没有哈。感谢大家，也祝福所有好朋友身体健康，操作顺利。今天晚上跟明天一定要大赢，谢谢你，拜拜。